这活忙吧，还行，春节也走不了家，三十来岁，三十才走，我就来看看你，通过看你们的对全国从事这个快递业的300万人，这些这个最辛勤的劳动工作者，我向你们致以新春的祝福。谢谢。如果能够安排回家。 我也是很希望你说回家跟家人团聚，祝你新春愉快！谢谢，新年也新年愉快！好，祝您。
来几年了？还行吧，生意好吧？祝你们这个生意兴隆啊！给你们拜年啊！什么时候我也来一块吃一顿？今天咱吃呗，我请。多少钱？多少钱一碗？十八，做一个烧饼。这些来料都是到哪儿买？都在那个市场，和那个网上，没在网上。好，别耽误人家吃饭。北京市的广大的干部群众，也向全国的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，啊，祝我们的人民啊，不断的过上更好的幸福生活，也祝我们的国家啊，进一步的繁荣昌盛，祝大家家和业兴。新春愉快，谢谢。